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彬彬。你眼里有天真的可爱，带我感受新的存在。而演员，大家可能观众看到他在屏幕前会比较光鲜亮丽，但是这个背后都是需要付出努力。心疼想把你宠坏。演员最重要的是你对得起自己的每一个镜头，永远没有放弃过自己任何一个镜头，都是非常认真非常的想把这个镜头演好的这种状态。你用微笑点亮了色彩，牵起你的手，要用作品去告诉大家我可以。我觉得28岁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新的起点。 You are a wonderful surprise， 与你相遇像一场意外，原来我每一步都是在向你走来。 You are a wonderful surprise， 拥抱着你也拥抱着未来，有你在我的怀里静静等待。每次花开，很善良，很诚实。因为梦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。其实我一直是有一个梦境梦，游戏不仅仅是游戏，是一种体育精神，然后是五个人共同企业并肩作战。抱着你也拥抱着未来，有你在我的怀里静静等待。每次在我的怀里静静等待。